山长水远嚟到粉岭有咩搞？今次嚟揾全港最大嘅白茅田，喺粉岭站坐52K 小巴去到九记士多落车，落车之后过马路，转右一直行。见到呢个平阳村石牌咧，即系我哋就快到噶啦，行多10分钟左右咧就去到白茅田噶啦。白茅田面积约有10个足球场大，最高可以伸长到小腿约30至40cm 高。要影唯美打卡相就要半踎喺度啦。花期不定，但生命力好强，好快又会再次盛放。花穗似绵状，毛耸耸超可爱，一大片金黄，唔知以为去咗韩国啊，轻易影到2个风相。影完相，搭翻小巴出联和墟揾食就最啱啦。面包每日新鲜出炉，原只迷你鸡髀腌完再焗，大过块面啊！餐厅嘅李兴烧卖以鲮鱼肉、半肥瘦猪肉同菜脯制作。小店只卖几样小食，肠粉新鲜出炉，热辣辣又够滑溜，酱汁分量浓度适中，食到最后一啖肠粉都仲有浓厚酱汁香味。